你偷偷去哪里？说。跟你讲，两分钟之后我的刘海就塌了。它现在是一个，最完美的时刻。吃饭。Hello， 大家晚安呢。Hello， 南宫妙安。Hello， 丽丽。Hello， 南霸全音。Hello， 鳖。Hello， Han。两边绝法，我刚刚戴袜子。我刚洗好澡，然后吹头发之后我就戴了袜子，所以现在很卷，开心。因为烫过吧，所以直接卷，这样就比较好卷。Hello 麦茶 ，Hello Jimmy，Hello 大家 ，Hello 啥哟？今天比较成熟，谢谢。这是称赞吗？应该是。西南没有人跟你讲吗？讲什么？怎么可以没有人跟你讲呢？加买合照卷，快点，你等版库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卖茶是谁？我也该长大了，我不知道。起不来。哎呦，太低了。好哦。这样吗 ？Hello 富伟 ，Hello 忍者联盟 ，Hello 愚者，参会哦， 是你改名什么意思 ？Hello 黄鱼 ，Hello 景庸，还是喜欢可爱打扮，没关系，都走一下。今天吃的是水饺，但它有点破掉，还是很好吃。哦，乒乓球比赛，我是不是还没看到 VIP 权？你要怎么用？是你上次说的那个吗？公演吗？还是什么？谢谢 Sparky， 天佑辛苦了。小汉，也不需要那么性感啦。其实，明天回花莲，去花莲玩呢。你要去花莲哪里玩？为什么我的刘海这么容易塌呀？我才刚拿下来，在开播的前一刻，然后它就塌了。它现在就长这样了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可是我又不能烫刘海，因为烫刘海的话，我的刘海就会乱歪，它不会乖乖的待在中间。谢谢西兰，那我再去看。Hello 玄迷吗 ？Hello 小云 ，Hello 黑流星 ，Hello 功夫天神 ，Hello 八峰 ，Hello 阿翔。哦，你要去泰鲁阁？我好久没去泰鲁阁。恭喜笑笑中奖！哇哦，110倍！烫刘海。好笑吗？你在干嘛？还是不知道娃娃国的故事？娃娃国的故事是什么？娃娃国
国的故事是什么什么什么创国史吗？从你被叫八岁开始。对，哎，可是为什么会是娃娃国？我其实有点忘记，因为啊，因为我是什么？我忘记了，有人记得吗？有人记得这件事吗？你到底想看怎样的雨林？你想清楚。Hello Tomo, Hello 夜空 Sky, Hello 绿 ，Hello 加速。啊、哦，为什么？哦，娃娃国的由来是什么？孝贤要穿女仆装啊？真的、哦？好啊，我期待一下。你们要来跟我一起吃饭吗？其实我不知道是怎么吃饭，是怎么样子做呢？一对一吗？怎么可能一对一只有一场哎、欸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只有一个名额，对吗？是吗？是这个概念吗？还是一个成员两个粉丝之类的？怎么做啊？他有说吗？嗯，Hello 幻影战士，四对一是吗？是这样吗？入团什么东西入团？你不要再舔了。Sparky 会来耶、yeah ！不要什么？什么东西？坐我旁边吃饭？对，应该是。只知道一开始还可以。他的禁止饮食应该是禁止携带外食吧？是吗？是这个概念吗？是，他明明就是说你们看到成员你们就很开心了，然后就看到成员看到就饱了这样。对，就吃空气就好了、啊，对不对？也别拆，好，我先别拆。我们是一起来期待一下，这样。要不要可以带你坐娃娃椅？哇，燕子，燕子。Hello， 燕子。Hello， 小贺。Hello， Kobe。约会回来，身材凉。哦，两百位置，我来想个奖励，不知道哎、欸，要跟小杯美玲是不要这样子吧，走一圈啊，什么概念？想个奖品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就是没有想法。Hello， 思源。我们先设好，待会又忘记。所以娃娃兵的创国不是娃娃国的创国史是什么？因为那时候你说你八岁，不是我说，是他可以。他被长说你八岁，可以喂食吗？讲，然后就说、哦、那唱娃娃国娃娃兵啊，因为我在唱儿歌，我那一阵子很喜欢唱儿歌，然后我们就变成娃娃国了，差不多是这个概念吧，是吗？社长来了 ，Hello 社长。可是你们看我吃饭一点都不稀奇，因为我现在就正在吃。但我是真的蛮好奇，我们要怎么一起吃饭？谢谢社长的10000个赞。考古台没有，是突然被问到。我们再回想。我是想问，塔瓦哥，你那个上次录跳舞的那边，那个是你的餐厅吗？我觉得那边还蛮大的耶，
你要不要跟盈盈推荐一下去那边办活动？甄选直播剪出来，不好吧？我害羞哎。Friday。不用嘛，我想看。我知道啊，可是应该没有什么差别吧？就是吃相吗？Hello， 船长。上班的招待所，招待所是说什么的？招待人家的。好，我在问废话。Hello， 大姐。应该是跟小猪一起同桌吃饭也是蛮稀奇的，是吗？不要这样打吧，不是交给你。没有那么夸张，好不好，君 ？Hello， 君友，宝贝，你不要翻东西。谢谢柠檬的仙女棒。的创始已经是很久的历史了。对啊，娃娃国是创国几年？可能三年不止，我忘记什么时候开始的，还是就直接从我进来这里开始算。变态，你是不是变态？西南变态。2017年11月，应该不知道哎。桃园棒球场，从来没吃过。我好像吃过一次吗？而且是台演的时候，然后我忘记那时候干嘛，好像表演完。就跟是什么工作人员嘛，一起去吃。喜欢喝什么奶茶？这什么问题？珍珠奶茶。你说的算，不服来辩。什么东西？不便宜啊，对啊，对，要料多，要乌龙奶茶。你说变态吗？是我喊的。首次跟他们去 Friday 是对，第一次吃就献给我们了，是不是？榨干你的钱。茶的种类，乌龙奶茶可以，其实都可以，只要是奶茶都不错。又是奶茶话题，不是好不好？是 Jim 自己问我说，我喜欢喝什么奶茶的。才2000元，只能吃小餐盒，是吗？可是我在，哎，我们先不要猜嘛，我们等到时候他们公布的时候，可能会有一个 surprise 这样子的感觉，怎么样？去看完阿姐，刚去看完阿姐。哦，他们表演对不对？今天没有要奶茶。Hello， 坤坤，谢谢嘉诚的枫叶。
姐，你为什么在新竹？野果，就期待吧。哎，可是我觉得野果要分呢，就是有些像清新的野果我就没有很喜欢，因为他们有一个怪味道。可是有一家我忘记叫什么，然后它的野果是荔枝野果，就很好吃。就是野果也是要看惊喜都会不要这样子嘛，说不定就突然就哇哦这样嘛，对不对？谁把活动黑挤在这几天？宝贝啊，他拿了什么？塑胶袋。他开始在探索，在底下拿的。不要理他。他是一只奇怪的狗，有饲料不吃，要去吃垃圾。你在新竹做什么？我没有不爱啊，但是要挑 S 杯的什么东西。够了、哦，杯咒会变，你想对谁念大杯咒？不要这样子，够了。你都不能喝饮料，因为在健身，所以不能喝，是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怪狗，真的。Sparky 想说什么？我的校场，对啊，所以要来哦。哎，十三号很快就到嘞，好开心哦，可以吃大餐，开心，希望可以好好吃饭，是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觉得老了，什么？觉得老了，我不会老的。够了，戴口罩，先来跟大家说个嗨 ，Hello， 哎，我的腮红超红的。阿比比，你的口罩嘞？戴口罩。哦耶，我们来戴口罩，有点可爱。跟跟跟，哎呦，来。嗨，大家好，耳朵跑出来，毛卡住，小心那个碗呢，我知道，没事，好了没？没有了，因为它的那个毛卡住，我怕夹到它的肉。你家狗给我多养一个算了吧，我一直都应付不了。哎，你不要踢到我的这个，我还没有吃完。你知道吗？你要再帮我夹一点吗？Hero 比超乖的，是吗？才不是嘞 ，BB 也会乱咬坏东西，好不好 ？BB 常常乱咬坏东西。好哦，小贤。太红了，拜拜拜拜。
突然的补口红。然后你又要吃东西。对啊。可是没办法，那那天要用不掉色。旺都是重口味爱好的，真的都乱吃。Hello， 小薰。什么 ？BB 不是女主播吗？什么东西 ？BB 是男生。Hello， 天佑。我可以再戴一下发卷吗，各位？我受不了我的刘海这样子。清晨人来补口红，没有人会给我清，好不好？跟美玲联播，美玲现在在开吗？她在开的话就可以啊。祖祖我亲不到，好不好？小心他一直聊奶茶，不要紧张。竹轮，这是我的竹子。狂开车不会，好不好？他也是有正常的时候啊，只是不知道今天正不正常。果果现在在开吗？加碗蒸奶，你为什么要带着那个直播？因为它很塌，等一下拿下来嘛。锅今天没有哦，头目吗？性感泳衣是什么东西？是亲不亲得到果果？果果要亲的话可以啊。日本正妹哈 ，Hello 蜡笔小新，你好，卢卡啦，哦，日本正妹，卢卡是日本正妹 ，OK， 我跟你们讲，我这两天然后新看了一个密室逃脱，又是密室逃脱，反正就是陆版的密室逃脱。然后啊，我有点后悔，因为它的场景是就是比较偏可怕的那种场景，至少我现在看的两集都是比较可怕的。然后就有一点，但蛮好看的。都可以让你加推，看你多专情，什么意思？TP 版的密室逃脱，我想要看到这晚餐，真的想吃。这晚餐还好吧？没有到很诱惑。只推我不加推，你最棒，你超棒。鹿版你要不好笑。谢孝贤的带你去流浪。定制什么东西？什么定制？女仆装。全员逃脱中，是那个吗？那个小白的那一只皮卡丘都穿得下了。
全员逃脱中是那个吗？是我看的那个吗？我不知道那个节目叫什么名字，可是我有看过。就是有的时候，就是是不是日本的艺人会去上的那种密室逃脱？甜果果，哎、欸，傻眼。吉乐库妈，我也喜欢你。西装店。什么全员脱光光？你在讲什么？很快被抓到。那是什么？是我看的那个吗？我有看一个，我有看一个日本的密室逃脱，但是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一直有猫啦？在哪里？那不对。密室逃三秒掉下去的节目，嗯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什么东西？黄金传说，就是他们有那种站在杆子上，有三个杆子，然后要回答问题，然后那个杆子会越说越小，越说越小的那个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一个纸袋人，应该吧？是这样吗？然后还有那种大石像，然后会往前冲，然后把你吃掉的那个，什么？那是什么？纸袋人，对吧？纸袋人，对吗？改版很久哦，啊，那我看的是旧版的，是不是？为什么有毛啦？我要疯掉了，不知道节目名称，对吧？不知道哎、欸，腿太短跑不快哎。怎么这样子？你的推是谁？我在看，不是，就是反正他要站在杆子上回答问题，然后杆子会越缩越短，越缩越短。对嘞，他们都有趣，很好看。可是我觉得水的那个很可怕，就是会往一个房间里面灌水的那个很可怕。那个石像也蛮可怕的，我不喜欢人家在后面追我，直接说进去。宣传哦，真的、哦、好，谢谢樱桃猫的 love， 谢谢孝贤的带你去流浪，我去玩沙子，哈，没事反应到了，哦，埃及主题，哦，反正蛮酷的，蛮好玩的，你们喜欢玩密室逃脱吗？比较喜欢待在房间玩吗？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会怕那种恐怖的密室逃脱，但我又很喜欢玩那种推理游戏。看跟谁玩哦？喜欢玩啊？什么什么可以啊？你喜欢玩我？什么意思？杆子缩短对吧？接电话。多半都是笨的。先不要喊，哎，我说不定比诗人聪明，说不定，嗯。鲁夫，你都负责嘴炮，负责指使别人，是不是？夏优在上班吗？
傻优，傻优在吗？开场就被抓了，很可怕、啊。他是抓人的，不会哦。会任务失败。傻优嘞，嗨，没有，我想跟你打招呼哎。到第九，送到第九，200个才升级哦。跟品涵同等级，哎、欸，品涵不是说自称聪明担当吗？他应该还不错吧？哦，他们去那个吼，放下偶包的那个。一起带他出去，那么一起心情傻眼。没有，我们会把你推出去，然后我跟诗人自己玩，这样可以吗 ？Hello 香奈儿 ，Hello 阿贵仔 ，Hello 卡比兽，还不能有表情。你是说那个猎人很辛苦是吗？这是个雷包。也是蛮好笑的啦。不可以把你丢出去哦。这样多棒！应该比雨林是吗？你瞬间被哎，干嘛这样？你们很不相信我哎！哎，哪一天我们就办个成员跟粉丝一起密室逃脱，怎么样？是不是不错？感觉还不错，对吧 ？Hello Candy。的机关你们碰不到，是这样吗？诗雅一起密室逃脱吗？诗雅、哦、感觉应该还可以，你拒绝吗？Hello， 足足的高音提琴，是什么风格的密室逃脱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很幸福吗？那你应该累一点，不然太快过关很快，应该还是要有时间限制吧。可能3个小时这样，多贵？那个门票多贵？设计密室机关，这样可以多卖。傻眼。啊，应该是说，如果要这样子的话，应该就是最快出去的还是有奖励。除非你想跟成员多待一点，然后不需要那个奖励，那你就可以选择不要破解。100颗密室，那是什么东西？计划通是不是大件？傻眼，我是猪队友吗？应该不会吧？就是高而已，可以帮忙拿东西。我们还没想今天抽奖要干嘛？今天抽奖要干嘛？嗯？下一次就可以做什么呢？嗯？做什么呢？嗯？做什么？想不到，好想吃水饺。水饺，水
咬了一口。水饺好吃，它现在在特价哦。我好烦哦。我家玩密室逃脱没有什么好玩的。小盒子参考，好啊。妈咪，妈咪，手机。逃脱的是 BB， 对， BB 是猛兽，这样是不是？ BB 更会逃脱了。希兰，你超棒的。你在哪里写？你说写什么？水饺厂商，快来找我！嘉勋原来不是小羊吗？为什么变成 monkey 了？嘉勋。你看我的刘海很丑哎，傻眼。为什么呢？要哦，对啦，哦，那个是你说的那个是。感觉还不错呢。你不是傻眼塔瓦哥，塔瓦哥好友，哈喽威如，刘海很丑，刘海直接歪掉，而且我的粉红色都掉了，没有那么粉。这样是可以的嘛，只好自己谋福利。你以为我没有想吗？只是我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不知道你们到底喜欢什么样子的东西， you know。 挑染撑不住，对啊，为什么还要补？要补，明明那么红了，哪有，你看它都掉了，就是它的颜色不均匀。要兑现，你们可以想想，那个音乐就是什么？他自己随机播放。对。你们可以说什么？谢孝贤的一万个赞，金毛了吧？对。哎，然后我想说啊，我的头发不是掉色吗？我可不可以买火龙果，然后自己弄？你想要看 BB 掉肚皮？什么意思 ？BB 只有在吐的时候才会掉肚皮。他就这样，对，然后他的肚子就会这样。哦，他今天跳了两次，好好笑。对。火龙果可以吗？火龙果就是红色的那个啊，红肉火龙果，然后把它榨成汁，它不是色素吗？不行吗？它会
好了，之后不能这样吗？苍蝇不会，当然要过滤啊，不怕黏黏的话，还是会洗掉吧。哦，它不会吃进头发里面是吗？当然要洗啊，就是，比如说我想象的是，把火龙果榨成汁，可是不洗的，哎、欸，你要不要吃掉火龙？还顺便补口红，不是啦，就是把它榨成汁，然后过滤、过筛，把籽去掉，剩下的汁泡在头发上，然后去洗掉，它不会变成粉红色吗？我太天真了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因为现在漂过了，它就变白的了嘛，不行吗？做了才知道反应，试探。吃领生血哦，好吧，加油，祝你中奖。我的应该蛮好中的吧？我要念留言对不对？我一直忘记念留言。我们今天先来念留言。我们哪一篇开始没有念？染头发，对，染头发那一篇没有念。就知道你会尴尬无法接话，我要测试是不是？你应该有留吧？没有的话可以再来留啊。好，我要先回了哦。黄鱼说：“好美，谢谢，谢谢。”你要回哪一篇？你要我再回染头发。我刚刚讲了染头发，染头发的第一篇。邵凯说：“好好看，谢谢。”笑笑说：“好看，谢谢。”好，来留言。等一下，这个是谁出的？诗雅推，这是谁 ？Len， 为什么？我不知道他是谁哦。我知道他是谁吧？诶，他是谁吧？删留言会跳通知吗？会。你想做什么？你留了什么不该留的？没有啊，你删了。两篇不是吗？第一篇，留言的第一篇了。Hello， 树葡萄。诗雅吹说：“我脸怎么突然变小了？”谢喽。对，黑白的那篇。台瓦哥说好看，谢谢。Sparky 说这种风格的雨林也喜欢，好性感。个人觉得可以走这种风格。哎，我今天跟那篇文穿的一模一样，可是头发已经不一样。你留言了，好，我等等看。喜欢性感风格吗？偶尔性感一下下，对，要风格多变，对吗？这样也不错吧，不要就是永远都只有一种，对吧 ？OK， 本王妹子说成熟沙龙照，沙龙照是什么？去做完美发的照片，不是。沙龙照就像那个写真一样的样子，以前叫沙龙照。这打扮超可爱，变得更爱你了。OK， 可以的，你之后会越来越爱我。谁？西兰，沙威，你不要乱教，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虽然我也不知道沙威龙是什么。沙威龙？沙威龙？沙威龙跟沙琪玛是好兄弟。那沙威玛呢？好，继续。
成员的就我回了。想说成熟零赞，谢谢。然后这个阿果一直打错我的名字，这个阿果，他打我鱼鳞哎，鱼鳞是谁？咪啾叔叔说好看，不同的感觉耶，是吧？不是咪啾叔叔，是玉，我看错人了 ，sorry。是玉，为什么我永远都会搞混你跟玉的？因为你们名字很像吗？都是 R 什么的，好像是呢。我在找借口。谢谢天佑的枫叶，鱼鳞那要刮干净，不是那个鱼，是那个鱼。沙威玛很恐怖，听说传说会自己长肉。嗯，什么东西啊？沙威和我好像知道，这是什么？无产分身，沙威玛、沙琪玛才是甜点。嗯，沙琪玛是那个啾咕什么？就是那个酥酥脆脆切成方块，然后一粒一粒那个。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沙威龙沐浴乳哦。什么？好，继续。谢贤说：“怎么拍怎么漂亮，怎么拍怎么可爱。”大家看看邻居，你在说什么？你超奇怪，你很像跟邻居炫耀家里小孩就是在干嘛的那种。啊呀！沙威玛中间有一个沙威盒，它自己长的，就是大家吃的东西。那个不是鸡肉吗？知道哦，其实蛮听懂彭彭的，对不对？小明说之后也来试用这样的拍照姿势，我期待一下。小明，你什么时候要发文？这个是谁呢？他叫 Win， 他回我了三个爱心眼睛。Hello， 好，继续。秘书，他说他叫秘书，他是谁？秘书说有点成熟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期待短期无法。相机镜头坏了 ，Oh my god！ 为什么？就这样坏掉了。Hello， 星皇。秘书就是啥呀？哦，他推 Uni Daisy 哦。等一下，秘书，你是经纪人？嗯，对，类似经纪人。然后啥呀的秘书是这个，他的狗好可爱哟，看他的狗。明天生日的样子，10月20吗？没有啊，已经过了。可是它上面写1020。啊，那个不是你秘书，我想说哈，这个不是你的秘书。好，那你的秘书是谁吧？阿基拉说好成熟，好看，谢谢。加速说好好看，谢谢。Jim 说成熟雨林。卡车说似乎有点成熟感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隶书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就是那个啊，就是那个非洲人啊，然后跑去那个香港。什么？谢谢西兰的10000个赞。
才发现原子竹回我的，我自己在文底下的那个留言说，我真的没发现有口罩，是怎样啦？没开播，他今天也要开吗？他那天说他今天要开，对不对？我不认识他，只有这时候我不认识他，好好笑。好，我要继续。阿翔又敷衍我，是不是？黑流星说：“朦胧美还是什么？太成熟了，不像我。”哦，换换风格，因为他的口罩被他的那个双下巴挡到了。是跟他们看那口罩，不要闹啦！跟小晴联播有样吗？我们先念完留言。他要看我，干嘛要看我戴口罩啊？就只是因为我想要拍到脸，然后就这样子，然后他好像真的看不到哎、欸，好好笑哦。那天是一个这样子的状态，完全挡住我的双下巴，超赞，是不是没有什么差别？那个是口西兰，我今天才刚称赞你，你就跟我这样子讲话，伤心。肤色融合没那么夸张，好不好？超会聚聚，为什么？一起吃饭呢？冠伦说赞，谢谢。九蛋说你谁？我南之米。不要再闹。我谁？阿华说黑雨林，黑雨林是这样，哪有黑？米九说好成熟，谢谢。是不是有新的留言？本兔说脖子不见了，还在还在，在这里在这里。阿华说的真对，讨厌，偶尔呛人，偶尔。哦，好哦，风格多变。大健说表妹长大了可以放松，什么意思？你有管过我吗？好了，念完了，下一篇新法社第二篇。板兔说：“嗨，煮熟的章鱼，什么意思？哪有煮熟的章鱼啊？这个才不是煮熟章鱼的颜色，应该吧？放手就是不可以哟，不可以哟。不要看祖祖看习惯，就是说。”祖祖的脖子真的是太多了，可以封我一截，真的。什么叫太多了？太长了，太多了呀！太多脖子是这样，这样你可以。什么东西？好，继续。喜乐哭吗？像甘蔗这样一截一截。喜乐哭吗？说，我只是来说声妈咪，我喜欢你，错捧，完全错捧。静说：“最爱的雨林变成熟了。”嗯，但看起来还是像儿童。到底我没有像儿童，好不？邵凯说：“好好看，谢谢。”他是不是留了两个一样的？在不同的文，
如果主族那是正常，那其他人都没脖子，真的，我们都没有脖子。慧香说进化后的雨林，对，我是张雨林什么二点零，好，已经三点零了，哎，不知道。医生，新一说好可惜不是亚麻色，新一想要看我染亚麻色，我为什么要搞得好像人家在这里一样？他根本就听不到我说话，搞不好新一在里面哦。哦，新一你在吗？他不在，是不是？他好哥说好看，新一听到请回答，听到请回答。他看了我的魔影片，现在还有 fans， 怎么会有 fans 特辑？你加油！难怪我礼拜五还会排直播，什么意思？礼拜五排直播怎么了？礼拜五我排了直播，礼拜五，那礼拜五你有排直播啊？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，二十七号啊。二十七号要干嘛？没有干嘛，合唱会是二十八号啊。对啊，什么意思？我还以为我排错天了。对啊，没有啊，什么意思？周五本来就会直播，不是吗？看上面，看上面啊！大剑木，什么啦？哦，礼拜六几点出门？啊，礼拜六几点出门？你没有跟我说礼拜六几点出门，你有跟我说礼拜六，忘记了。Hello 小珍 ，Hello 卡木伊，干嘛？为什么要搞快开？八点半固定，对啊，这是每个礼拜都会有，不是吗？没说吧？有说吗？是四点那个吗？合照会前后排直播，看来是要施压清算粉丝哟。哎、欸，问你们哦，你们合照会要有，要张雨林有女友感，还是要有女儿感？请进来，然后告诉我你的选项。我应该先贴个表单，就是印个表单，然后进来先勾好就。哦，好，要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自己选个 pose， 这样是不是？修罗粉丝，女友感吗？四点你怎么知道？谁告诉你的？不是你。不是你讲的吗？我印象中你有跟我讲说你什么四点要干嘛的。女友，谁要花钱跟你妈妈感是怎样？你走开啦，走开啦，小明，臭小明，怕女儿刚刚变成孙女，太好笑了。可是我穿那样子，就是穿那样子就很有那个啊，是吗？嗯。你们想知道我穿什么样子吗？跟七夕有关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啊，跟夏天有关。跟七夕有关。说那个是夏天穿的衣服。宠物感。我是讲我趴在地上是不是？穿很辣吗？并没有。穿很辣的话就不会选，就不会有女儿感这个选项了，好不好？要早睡会跟不到，哦，是这个意思。那我可以为了你九点半就过就关呢、啊。我可以为了你九点半就关，怎么样？萝莉感，你我可以为了你改变。我是一个多变的，辣得起来嘛，带串辣椒，好辣。
不要，你不想被打，不会被打啊。这样我也要早起啊，因为你以为我最后一步我就可以晚到吗？并没有。我玩游戏我没有，我玩游戏是第一步啊，你们没有看吗？不是你出来了吗？我玩游戏是第一步呢，所以你不要以为我可以玩到。始终都是没，我要把你编掉。西兰再见，拜拜。米酒说：“近看好看很多耶，层次很漂亮，谢谢。”很快四十，啊，应该快四十，什么意思？现在说，看来雨林真的很高兴，还特意先用黑白做展露，新发型很好看哦。雨林越来越有小女人味，为什么是小女人？小女人听起来很像，我是小女人，我是小女友不行吗？为什么是小女人呢？你有三张哎，应该全合照吗？可是我不知道玩游戏是玩什么啊，所以我没办法帮你决定。你只跟我拍三张啊，是吗？你总共有几张？什么啦，西兰？哎，这个我不太清楚规则呢。其实，美玲开播了，他是怎样？他到底几点要开？然后现在开？哎，他。秒走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他在开心什么？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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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哈！哦，你的笑声，你的笑声在干嘛？我就在对的，好笑哦！谢谢送我高白气球，因为我无聊陪我直播。他整了，哈哈，你快快，耶耶，开心！我说的衣服，快点。对，我也觉得你很像，跟我穿很像。你要跟我穿一样的衣服。我要跟你一样穿一样的衣服。对呀、啊。现在。要。可是我觉得很像啊，这样也有点像。嗨好好笑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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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大家要花钱，大家不要花钱。我拒绝你。哼，不要 PK， 我们好好聊天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们连手啊，我们聊什么？聊什么？我不知道呢。你晚餐吃什么？我晚餐吃汉堡。你不是要减肥？对哦，你不是要带我一起减肥吗？结果对啊，那你吃什么？我吃水饺。你看我的晚餐。你不是要减肥吗？哎，可是水饺跟汉堡听起来，汉堡比较那个。我还有很多青菜，我很棒。哇哦！南京食べてる。哎，可是好像好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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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看不到你的留言，我也看不到你们。对，我们要各自看各自的。好，早安，大家早安，大家晚安。谢谢送我白眼，好。不可以，大姐。
西兰西兰，哎，美玲有喜欢雨林性发型吗？喜欢，喜欢。耶、Hello， 不喜欢。你是谁？你是小贝美玲，我来晚了。等一下，我不是小贝，我是中杯。哪有？我是中杯奶茶。才不是！我跟雨林中杯奶茶。好，我们两个一样好。对，一集冲杯奶茶，然后可能我是草冰，然后他是那个有冰怪，所以就是大一点，一起大一点点而已。说什么？不要说话！你不要说这个，歪的，什么什么？我要笑死！我跟你讲，这个花地，我的粉丝都不知道，你的粉丝知道了。我的粉丝都不知道。这样子，原来是插在嘉宾怪，对，是，对，冰怪插在嘉宾怪。OK， 哦，不要这样子，太可怕了。那要聊什么？因为我们突然联播，所以没有想好要讲什么。没有想好。那大家，我要聊什么？要聊什么？我们要聊什么？哎，我们把脸拼在一起，快点！你靠近。啊？你把脸拼在一起。啊？错边呢？我们两个不同边呢。那你要换另外一个？这样吗？是哦。这样看起来在一起吗？哎、欸，有一点很像哦。是这样吗？可是我看起来是不一样。我其实我们两个现在不是拼在一起的，我看我自己不是拼在一起。对，我也是。哦，那你往这边。好好笑。太近了。你停下来嘛。这样吗？哎、欸，我们很像，好好笑哦！谁是少兵？谁是多兵？我是少兵，雨林是多兵。增长兵。好，我是少兵。不要这样子。停下来，我们要找个别的话题来聊，不然就完蛋了。美玲跟雨林有没有两人 CP 的合照 pose？ 没有哎、欸，我们都没有。我们唱一个。我们有，那我们一起决定，我们一起想我们的 pose 是什么？我们的 pose 是什么？奶茶。可以不要这样吗？哎，恭喜叶康仔。ミレイちゃんこんばんは。こんばんは。え、トンスカイ、我们再来慢慢想你想要什么东西哈。哈。我们要什么？什么 pose？ 我们要什么 pose？ 就是你要我们一样。哇哦！很丑哦。我傻眼。好好笑，谁的单度比较高？我最点点，我是点点的，他是咸咸的。哪有奶茶是咸的啦？雨林是咸咸的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我是点点的，点点奶茶。哎，他是那个无糖。对，我在点无糖。嗯，对，他是无糖，他的身体都是无糖，然后我是增长糖。好甜，好甜。他是个不说是多浪了，什么海蓝奶茶，海盐奶茶，对，他是海盐奶茶。哦、我不喜欢海盐奶茶。我没喝过。不喜欢。奶盖的，我是奶盖。啊，对，奶盖。起司有加起司，
我不要。你自己加起司。好喝耶，加起司很好喝耶。怎么办？我跟你一起的时候，我想鬼脸。我也想鬼脸。很丑。想干嘛？不行。我们俩的鬼脸很像。到底？杨丞琳老师的演唱会，叫断了一杯红茶，哪一盖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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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喝。今晚我想点张雨林的奶茶。好好说话，你想说什么？你给我安静。你想说什么？对呀，就是对呀，一对。美玲可以帮雨林选择一下合照要，合照会要什么偏女友感，女儿感。说什七郎说女友感嘛，你干嘛去问他们呢？你自己决定嘛，你自己决定。我刚刚看你啊，我刚刚问他们，看你啊，要女友感。然后结果他不是啊，看每看自己，看每个人，然后你要就是、啊、都可以啊，还是那个也可以，就是妈妈也可以啊，她是我妈妈哎，妈妈，我不是，你这只狗，妈妈，不是，我是小宝宝，宝宝 ，OK， 宝宝，这个妈妈很恐怖，所以我不要。不是你的妈妈是晨晨，是高晨晨，不是，所以晨晨是狗的妈妈，妈妈那个大狗，啊、大的狗狗。我是那个捡起来的那个狗，你是认养的，被捡起来。我，好笑，都是美玲是妈妈，对呀、啊，美玲才是比较老的，哈。我很年轻，年轻。我比较年轻。没有，我比较年轻。你老？没有。我是高三，你是大学二年级耶？哈？已经大学二年级。谁说的？什么时候的事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上次烧了。为什么不知道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去姑姑家那个小等你。张小姐，你才老，你才老，你是欧巴桑，你是欧吉桑，你是欧吉桑，你是欧吉桑，好呀。今晚我想来点雨林小杯骑士奶盖珍装冰。我是中杯。有人留言，你的粉丝留言。我是中杯，中杯会被退学，不行。啥意思？什么？你们要来个鬼脸比拼吗？我不要。他会、欸、你比较年轻哦。没有，我比较老。比鬼脸的话，我会输。哎、欸，真的，我的鬼脸真的最厉害，知道吗？这有什么好自豪的、啊？有什么好我觉得很厉害的？在 Sakura 里面很有名。你说你的鬼脸吗？雷吉的那个，雷吉或是那个柏林的手机里面有好多我的那个鬼脸的拍照。我的手机里面也有很多你的鬼脸。哇！谢谢送我礼物。耶、yeah. ！小杯，我就说我是中杯哦。我也是中杯。对，我们两个都是中杯。还没十二点呢、哦。还没，我妈妈问我说，雨林是几岁？你妈妈？然后呢？那我也不知道。
什么？什么？你想说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谁是大杯？大杯是麻油。麻油，麻油是大杯。大杯最大。对，最大。一杯纯奶半糖少冰胖胖杯，什么胖胖杯是什么？就是最大杯，胖杯特大杯。哦，那来模仿成员哦。贺相提兑换要选哪位成员？好，可以啊。好好好，哎，这个可以。你先，那你先那个先啊，没有，我先提先提，我先提先提。好，那你要模仿我，好。哈，我要模仿你。嗯，模仿你。嗯，猪猪猪，我学他唱歌，学他唱毒蜘蛛很好笑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等一下，来快点，你要认真一点，你要那个连连演一集啊，全部全部要，快点，快点，我们来 PK， 他要魔幻那个我，一二三，开始。太好笑了！不要笑。肩带关不住，我不会表情啦。等一下，我不会，我不会表情。那声音。后方的雪白的肌肤，不像，大家觉得像吗？他在模仿我的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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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像。你的嘟嘟嘟太难了，嘟嘟嘟。啾啾嘟啾啾，嘟啾啾，不会讲。你的嘴巴都一样哎，嘟啾啾，嘟啾啾。那你讲一次。嘟蜘蛛，嘟蜘蛛，嘟蜘蛛，嘟蜘蛛。啊，对对对，有吗？有。嘟蜘蛛，那你模仿我，你怎么模仿我？好啊，可以啊。那那你模仿我，模样模样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不行，我会笑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是不是很想笑，一直笑？他的声音好，好累哦。什么？模样模样个鸡的，好烦哦！他的声音，他的声音，声音，哎，言えてるやった。嘟吃嘟吃猪，嘟吃猪。我模仿小嘟啾啾表情，他会讲。是你，很像。那下一个，我啊，那你要模仿猪猪，猪猪猪，一百分，打打打，要一直吵，打打打，你闭嘴，什么东西？你再放那个嘟嘟嘟的音乐，刚刚好。什么意思？无聊。无聊，你无聊啊？对对对，他会干嘛？干嘛？无聊，你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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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低了。干嘛？干嘛？太难了。聊什么？聊什么？聊什么？你要换你模仿。你模仿陈晨晨，你输了，你输了。
你输了。可是我觉得我们在模仿的大家都不知道，粉丝都看不懂，因为大家都没看过。对，你们没有看过晨晨觉得你输了。对，你输了。哎、欸，那个文字，那个文字，不能嘞，那个文字。我跟他们说过。我知道那时候我在，晨晨真的很好笑，他真的很好笑。他上次跟我说：“哎、欸，你蚊子，嘴巴你蚊子。”然后我跟他说：“我吗？我这里有蚊子吗？”然后他说：“对，我今天早上被那个蚊子叮了。”然后我跟他说：“啊，是你哦，我以为是你在讲我。”然后他就说：“不然嘞。”他生气，他生气，对，奇怪，很好笑。陈真就真的就是不会讲话，逼我不会讲话，很累，真的。艾斯，好久不见。为什么？艾斯，好久不见。艾斯，好久不见。都好善良，大家都是自己熟悉的，要找居住的才比较可能，要找别组的是不是？别组的谁呢？好啊，那你先跟我讲。别组的，默默，你的表情很难，默默。是不是想不到？哎、欸，真的想不到哎、欸。对啊。No， 只听过 No。默默要怎么弄？不减肥。我不减肥。默默。不像。这样，那是不是？啊，很像。我们两个一样。讨厌，这样子。默默，很多人说问号。我们在模仿那个 TB 的成员，但是我们抢不到。换你，你考我。柏林，是不是大家都很难？柏林要这样的脸，然后呢，说什么呢？偷偷之模型，什么意思？那个鬼面那个猪的台词。那你唱那个鬼灭之鬼灭鬼灭，我也不会，我不会唱。哆西达德，很像，很像。零一，你模仿零一。零一吗？不行。零一是什么？零一是什么？零一是这样。是吗？他的背景有的时候这样。哎、欸，对，对吧？然后那个鼻子要贴到背景。那一集很那一集跳的时候这样，那一集这样跳，那一集跳舞会突然，然后就对，然后就坏掉了，开始玩。他那个我在唱那个什么赌吃出的时候，他要那个，然后他要摸这里嘛，我的、他要摸这边，对，然后这样。可是他每次都那个练习的时候，他用我的头发这样子，拉我的头发，很可怕哎、欸，很恐怖。那集要掉头发，因为他练习都一整撮头发掉下来。哎、欸，对，很可怕，很可怕。小三美玲不能这样掉，他已经掉头发了。可以。小三百，你没有头发可以这样子掉，不是假发，是他真的头发。然后他踩到还是干嘛？然后有人说假发，
对啊，有人说我假发，不是你，你假，你是光头，不要，破壊してない何も。说什么？もやもや。不要学我。もやもや。我哪有？我要聊什么？所以美玲涂妥了吗？我很久本来就涂妥。今天同学拍我的照片，他拍我的涂妥，然后我觉得吓到，哎，我这么涂，超级好笑。你要换一边呢？我想，我换一边会这边有刺刺，那个很多很多短短头发，知道吗？就是、会这样，所以我不要。好好笑！这里看这边有很多团团的头、嗯。你真的这个会起来？秃头，你才是耳机上才会秃头。啊！你说什么？没有啊！你卡住了。哦，没有啊。互相爆料，互相爆料什么？爆料什么？你们想知道什么东西？你刚卡住了啦、你怎么那么卡？是我的问题吗？小山美玲，你卡卡？对，你的问题。是你。我不卡。你卡。我不卡。你卡。我不卡。你卡。我在卡吗？有当当当！我在卡吗？当当，哈你的感觉。他们哎、他们要你爆料我的八卦。嘿，嘿，什么东西？我爆料。你卡住，你很卡哎、想一下，你想一下，你好丑。我想一下，好啊，可以变成黑绿是等级的那种。吵我想知道雨林教问过错错的。对，雨林教错错的。哪有啊？小三美女，你完蛋了。没有，我没我。我要爆料，有什么好爆料？我没有。在干嘛？我在想你错，因为很臭的人都会闻到，不是吗？你才臭嘞！不是，有人留言臭臭，トイレドア閉めない。いや、別人一起。我不你在说什么啦？他卡住了。我有卡吗？我没有卡。小山美丽，你卡住了。你现在超好笑的。
好好笑。我笑到歪掉了。你在讲什么？你不要说话，好笑，他超级好笑的，好累哦，我笑到好累哦，我的天哪，太累了，太好笑了啦，他在干嘛啦？他怎么了？在卡的时候笑，超级好笑的。他卡住了是不是？他发生了什么事？前面不是还好好的吗？太好笑了，累死我了。我的眼睛里面又有一个毛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他待会就不见了。日籍成员都比较容易卡，最好是啊，我也不是日籍成员，我腹肌给小嘴啊，太好笑了，没有很臭好不好？他根本就没有闻过，哎，你们不要听他乱讲话，太好笑了，他都在乱讲话，你们没有，也超会卡，那我可能是日籍成员。因为叫拿字名，好想买两千包一个，才不是，最好是啦。傻眼，臭美玲在那边乱讲话。一定是阿潘的。什么人的脚位啦？关我什么事？超有趣，才不是！他的也没有很像，好不好？小山美玲脚最臭。我跟 BB 当然是 BB 呀、啊、，Hello 啊，他跑去哪里了？卡，他卡，怎么办他？他传讯息给我，我要闻过了，就是闻过，奶盖雨林，好哟，很好笑哎，我们要来念榜了。他还在卡，那怎么办？运动会呀，才不是。さよなら、黒い夜、青い色。不是 number one， 绝对不是我 number one， 绝对不是我，保证。我很香啦，好哟，你们好烦哦、喔。都是小张美玲害的，小张美玲脚最臭，傻眼。才没有，不可能，他就是陷害他这个臭美玲。
趴在，超奇怪。哒哒哒哒哒哒。你合照会是穿这样的衣服？没有啊，我又没有那个鞋。不然你要穿什么？啊，可是我又没有那个鞋。看不，还有臭美玲配臭雨林刚刚好呀，没有那么夸张好不好？小明，演员广就是阿派，不是那个谁啊？是谁？橘色的，你们都知道我的鞋长什么样子，没有好不好？诚实降旗很想玩，可是我觉得那个机器不知道怎么弄，超奇怪的。笑姐，你会被出镜哦！我跟你。好要爱死，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。恋人测谎后又中美美玲正常了，她要回来吗？探城哪有啊？玩具版本测谎我知道啊，电有电的那个对不对？我找他联播。橘色那张本来就是橘色啊，不然怎么样？小山美玲，嗨，回来了啊！对不起，很大声哈。你刚刚的音调害我想到晨晨，什么？回来了吗？那个吗？不是，好好笑。我粉丝说我们很吵，我们很好笑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开心。对，我们开心。又要开始卡了，是吗？卡卡是不是有卡？卡了吗？有一点点荡荡的。我觉得我快卡了，因为这里的那个网路的那个越来越真的、哦、哇拜拜了，对。希望你待会还在。对，刚刚。什么都没听到是吗？对，你不要再我刚刚爆料说我没有讲。我刚刚爆料就是谭妮喜欢跟别人一起去洗澡，然后就是我们去华联的时候，他一直跟我说你一定要陪我洗澡，你一定要陪我洗澡。不行，不管，你一定要陪我洗澡。对，这样一直这样，对，我叫他陪我洗澡，那时候就是，然后我就是嗯，我陪他去洗澡，然后就闻到你的脚，最好是啦。你的脚太臭。温泉吗？不是温泉，在我们去花莲的时候去那个换洗澡。我见到你很丑的时候，
现在长这样子。你不要一直做鬼脸。不要。你做鬼脸都还卡在。所以你们有一起洗澡。对呀、啊。拜。没有，我有跟他一起洗澡啊，然后我不想，不想，不想什么啦？我不想，不想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我不想一起洗澡，洗澡。你一直卡住哎、欸，你怎么办？等我。等我，等你，等我。他的房间为什么是黑白色？那他房间配色本来就是那样，好不好？Hello， 你还好吗？他说什么？一个什么东西？你在说什么？没听不懂。是。没事，好。没。对。你又要开始卡了啦，小三美丽。有吧？现在有吗？一点点，我刚连网路了。哦，好，等你。所以你在听到什么？这样子。哎、欸，现在听到了吗？可以了，可是你的画面很卡。可是听到声音。听到声音。声音是正常的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、okay. 那就好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没关系，大家都不想看我的脸，对吧？啊，哼，不会呀、啊，我那么爱你。哎、欸，好像好了哎、欸。聊什么？那你要爆料我，快点！我要爆料，爆料我。你有什么好说的？你已经没有形象啦，没有什么好说的。他会跌倒、啊。那你要讲就是我，因为大家现在对我不见了，啊，他不见了，喂，为什么？哎，他怎么不见了？去哪里了？他直接跳掉啊，是怎样？瞬间变了，对啊，吓死我了。他干嘛？他刚刚不是顺了吗？怎么又跑掉了？怎么又不见了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今天傻眼，今天只有十三名、欸。真的吗？今天是怎样？我已经快弄完了，你们等我。我等等，什么？我等等，哦，什么？小明的仙女吧。哎，嗨，你回来了。你刚刚干嘛？你等我，就是刚刚突然卡了。哦。应该不会卡，因为我有连网路。哦，好，还来得及送礼物，可以的，谢谢玉的人气星星。嗨，我也要礼物。大家送给我礼物好吗？好，一起洗澡才发现雨林是装备增长品吗？对，对，小山美玲的。我犀利爆掉！什么？我的我犀利什么？很可爱。
什么意思？很可爱啊。什么意思？美玲那么可爱，不像雨林有蒜虾吧？都看不到口罩，什么意思？你有双下巴？我有双下巴。我没有。Sparky 的戳戳你，你没有。废话。嘿。那还有什么可爱的地方？还有什么可爱？我的手指，我的指甲，我的眼睛，我的眉毛，我的头发，多可爱！你的秃头很可爱。耶！yeah, 谢谢大家，要爱上秃头。好好笑。美玲，不要这个，不要美玲跟雨林谁素颜差比较多？当然是我哎、欸。是我吧？没有，你变了。你看过我的素颜，我很丑，那么丑。可是因为太常见了，就是你一直素颜，所以我觉得没有差。可是我觉得你没有差。小山美玲晚上比较好看，早上不能看。早上这样子，早上这样。我早上的时候都水肿，然后。我真的很不好看，然后我不想化妆，然后不想化妆，然后去直接去练习，然后就真的很丑哎、欸。早上的小，然后黑眼圈很黑，对对，黑眼圈很黑，然后这里都水肿，然后没有眉毛，只能晚上出来。对，只能晚上。对，谁的声音是雨林妈妈的声音？对，然后。可是我觉得雨林的素颜比较可爱，就是比较有小朋友的感觉，我是小朋友、啊、baby 的感觉。他完全不是，他没有他啊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他没有差很多，大家告诉你我最差很多。可是我在我会素颜直播哎、欸，之前真的，你很厉害，对，你很勇敢。就这样很丑，我也觉得，我想删掉，就是大家可以那个删掉那个影片吗？我不想看，笑死我！谢谢送我礼物耶，可爱的秃头，对我是可爱的秃头，谢谢送我玫瑰，谢谢送我可爱的秃头。美丽觉得自己脸蛋哪一点有自信赢过雨林呢？鼻子，好鼻子，下巴，我觉得我的鼻子好看啊。下巴吗？我不喜欢自己的脸哎、欸，这恶心。那你送我，我比较喜欢你的脸，我比较喜欢你的就是圆圆的脸。我送你，我就是这个是我们都没有，我给你，因为我们都没有那个、啊，就是我也不想要，我不喜欢这种的脸，我想要圆圆的。因为圆圆的小小的很可爱啊，小小圆圆的很可爱。谢谢。圆圆的大大的不可爱，但是圆圆小小的可爱。我是圆圆小小的。对对对。OK。你是圆圆小小的，所以可爱。对。なんで削除せないかの？だってブスやもん。太多次了，三部啊？没有，没有那么多次，很好吗？哎。我想要2019的，就是我海长头发的时候的素颜的直播，删掉，请删掉，谢谢。有一次真的有一个很丑很丑的直播，我真的哇哦，哇哦，自己觉得哇哦，哇哦。那你那时候，那时候没有感觉？不是，因为那时候。因为我那时候好像有发烧，然后我不想裸脸，但是我开直播的时候还是要裸脸，然后就是我忘记，就是没有发，对，就是就是对，我就是对，不知道要讲什么了，耶、yeah ，好好笑，就是我要一，就是不想给大家看，但是
我就是没办法，嗯、我要给他看，你所以我就给。对，而且那时候有发烧，所以我的脸很丑，很累，然后没有眉毛。没关系，我看过你。然后头发很乱。我看过你那样子的时候。不要。我看过。粉丝拜托，不好看的就删掉了。真还没删，赶快来着。可是很可爱的不要删掉好吗？就是很可爱的不用删掉。可是不好看的就是帮我删掉。那你现在是很可爱的吗？一定有可爱的，对。我现在的是很可爱的，知道吗？好，所以大家不用删掉哦。好好笑，因为我无聊的时候会看自己的直播，我会看自己的之前的直播，然后我会学中文。哎，我讲的中文真的很烂，我会觉得很烂。每次都听自己的直播的时候，我听不懂我在讲什么。不要，哪有，不要累积我的丑照好不好？Hello， 孙雷，不要累积我的丑照，拜托。雨林应该看过更多，因为当然，因为雨林看过我的数也每个礼拜一次，一定会看，因为就是每个礼拜一次有练习，对，一定会有练习嘛。然后我练习的时候一定不会化妆，对，然后大家都有化妆，然后。对，然后就是不想理任何人，我不想理任何人，干嘛？我想睡觉，我想回家，很累。然后我每天都长这样，然后看到他，我就会小三妹丽，你今天，然后就干嘛？就是对，我想说，大家都已经看过了我的素颜，还跟我说小三妹丽，你今天怎么了？这样。然后我想说，不是每天都是这样子吗？然后布丁也是，你今天没有化妆了。我跟他说我之前也是没有化妆，好好笑。那下次你化妆的话，一直说小三百零，你今天干嘛？这样怎么了吗？哎，对，我上次也有。对，我上次有一次有化妆，然后大家说，哎，你今天有化妆？对。然后大家我画眉毛，就他们都很感动，就是我画眉毛，然后大家说，哎，你今天有画眉毛？哎，好好笑。Yankee じゃない。嗯。素颜进公司不会被姐姐念吗？现在不会吧？之前比较会，可是最近大家都很累，然后很多人都素颜，对，所以没差。我是第一个素颜的人，应该吧？好像不是。我也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。叭叭叭叭叭，自己没有的会比较想要。对对对对，雨林的脸不是圆圆的吗？啊，你的粉丝说雨林的脸不是圆圆大的吗？是不是西兰？不是。是谁？雨林团，圆圆脸真的不错，可以单久，还好运动会都比较没秒数。说什么？你的粉丝那个你很厉害，我其实差一点要拿他的头。就是西朗说，雨林圆圆的脸真的很不错，不错，可以当九，你是九嘛？然后还好运动会躲避九没力，没有拿错。傻眼。傻眼，好好笑。有啊，雨林有觉得我的弟弟帅吗？你的弟弟有人问你。对啊，很可爱吧？很可爱。如果他觉得我的弟弟很错的话，他就是没有眼睛，知道吗？你在说什么？没有眼睛。没有眼睛。姐姐没有眼睛，
没有眼睛，没有眼。姐姐会认不出你是谁吗？认得出我吧，应该吧，应该吧。因为我每天都是。雨林会教你中文吗？雨林会教我中文。对，他有时候听不懂我的中文，然后哈，你说什么啊？哦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什么什么什么？对，雨林言われた感半端ないけど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，没有眼光啊？对，你没有眼光，不是眼睛，是眼光。眼光你没眼睛。有哪位成员从来没有输？他怎么又不见了呢？他又不见了。板兔的牌牌呢？板兔出来，板兔 ，Hello， 板兔有牌牌吧？有啊，上次你还帮我写的。你为什么不出来？万箭齐发。哦，看到了，耶、yeah ！很惨，哪有啊？嗨，断掉了。对你一直断 掉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刚刚有人很多很多给我留言，然后没有念到，没有念到。我觉得他很好笑。刚刚有人说，有谁谁谁谁从来没有素颜过。应该没有人吧，因为李赛公演的时候大家几乎都是素颜，一开始一定都有，对，所以应该没有，因为我们拍生写不是自己化妆，所以一定要还是会有，对，那应该在培训那个练习的时候没有素颜过的话，很多人都是，就是我觉得柯哈还有那个谁林一累积一定会化妆。没有培训的时候，没有化妆的时候啊，练是什么练习的时候？对，我觉得培训的时候，那一集一定会化妆。可是我们那时候私底下还有马友啊，的时候没有啊，对，那时候没有，那个是不是应该因为那个不是吧？那个是私底下，不知道。对，培训的话，所以口嗨有没有培训的话，应该是那一集。那应该是累积吧，我想到的就是累积。我也没有啊，林，好像你也没有，对吧？我不敢素颜出门。很厉害，很厉害哎、欸！我害羞，害羞什么？害羞。你都没有变，对啊，你都没有变。你什么时候那么会说话？什么？你什么时候讲话那么好听了？什么时候会说话？什么时候会说话？我已经说话了。听不懂。什么意思？没事。什么意思？没事。哎、欸，那个好好笑。下次，啊，不是上次，上次那个超好笑，就是那个。我们在运动会的后台，那个休息室的那时候，跟我问竹竹有没有很好用的什么遮瑕，遮瑕吗？对，遮瑕，对，遮瑕。然后我问他就是，然后他就说有，所以我跟他说那哪里的？等一下，我笑，那个很好笑，就是。我问祖祖说那个遮瑕是在哪里买的啊？哪里的哪一个牌子排名牌子，对，哪一个牌子，然后他就说那是什么，那我跟你说秘密这样子吗？是吗？我不知道，
我跟你说秘密。什么秘密？他就是我跟你说秘密，然后我以为是，然后我回答说好，你说秘密，你跟我说秘密这样子，然后可是他后来他都不会讲牌子嘛，所以我跟他说，哎，你不是要讲秘密吗？哎，快点，我想知道你用的牌子是什么，赶快讲秘密。然后他说，就是我就说我跟你说秘密，大家懂这个意思吗？那个牌子的名字就是我跟你说秘密吗？秘密，然后我以为是他一直跟我说，就是要跟我讲秘密，然后他都不会讲。那个牌子其实好像叫什么什么的秘密，然后他就一直说就是那个秘密啊，然后他说好，你跟我讲啊，你赶快跟我讲，然后他就一直说就那个秘密这样，超好笑，真的很好笑，不行，肚子痛。白目，真的我觉得很白目，很好笑。哪有那个谁会知道那个名字是白子，白子的名字，很好笑。而且我因为我一直问他，就是不是说要秘密吗？然后他就是越来越生气，我不是讲过了吗？他一直讲回我。哎，我忘记了，真的好好笑，不知道是什么秘密，反正就是一个秘密。哎，是什么？应该我告诉你秘密，不是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还是我告诉你秘密？不是吗？前面是一个地名，可是很像是我跟你说秘密的感觉，我忘记了。没有吧？那个英文是就是什么秘密？就是妈妈可以帮我查一下吗？中文什么什么的秘密？泽小，好像是吧？维多利亚中文是什么？我们下次再问一次原子猪。好啊，牌子是维多利亚的秘密，是维多利亚的秘密，可是他没有说维多利亚的秘密。在说。但很像一个讲话的感觉，我记得是一个很讲话的感觉。然后真的好好笑，他们到底在讲什么？所以你们懂那个他的意思吗？因为我一直说他就是告诉我秘密这样。我们都听懂了，很厉害耶。什么？我都定了。我就说是你啊，错！我跟你讲秘密啊！我知道那个牌子是我跟你讲秘密。好莱坞吗？不是吧？不是，我跟你讲的秘密吧？我跟你讲秘密，不是吗？不是吧？哎呀，我们下一次再问他了。就是有一个很贵的牌子，很蛮贵的牌子，然后遮瑕，很好用。我们的秘密吗？你跟我讲秘密，忘记了，我想查哦。好好笑。好好什么什么啊？什么哈什么不会念，好好来好来秘密我来什么秘密什么之类忘记了。好，我来的秘密啊，不是吗？忘记了，不会念，不会念，他写什么？我要被你笑死！不是维多利亚，好像很像呢。我来秘密这样啊，好莱坞的秘密，对，好莱坞的秘密。然后我听着，好，我来秘密。好像你在好，我来秘密，我来讲秘密的感觉。好，我来讲秘密，然后我听着这样子，所以好，那你讲秘密。对对对对，我。八个。没有。你真的好好笑。哈哈哈哈哈！那个真的，因为是。好笑
シネマシーライズ。みれちゃんの勘違いせい中国語ベスト10。何ベスト10。ああ、好笑、肚子痛。15万块。为什么？肚子啊，原来我五万块，好。15万块。一万块，好好笑。还有什么好笑的事情吗？应该每天都有发现好好笑的事情，但是就是因为太多好笑的事情，所以忘记了。对，每一天都很好笑。哎、欸，你要开到几点、啊？不知道啊。看你，我看你，我看你啊！我准备好了，因为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我跟你讲秘密哦，就是我的直播嘛，一直卡，一直卡，一直卡，一直断掉，一直断掉，一直断掉，所以就是我不知道，就是不知道啊，嗯，好好笑，就是不知道，因为起来有一个小时就可以了。那应该快，应该有吧？那应该快有吧？还是我先下播，快了，快了，找你。不行，我不让你下播，知道吗？哎、欸，那你要陪我到45分，45可以吗？嗯，就解释了。然后我下次好好播菜再播。我们，你来我家，你来我家一起开直播。好。下次有空的时候，好，好，好，你也可以来我家直播，好，好 ，OK， 好 ，OK。那美丽有跟阿丽之间的有趣的事情，有我跟阿丽有好好笑的事情吗？阿丽吗？你们两个本身就很好笑了。我们有吗？我不知道哎，就是你也去开直播，有什么吗？好像没有呢。他之前那个好像屁股附近有受伤嘛，然后我很喜欢打他的屁股，然后我打一次他的屁股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啊，好痛！哎，梅林姐妹，真的啊，不是梅林，真的不要打我屁股，这边有受伤。”我跟他说：“哎，真的抱歉，抱歉。”然后我就是好像五分钟后忘记，直接就是一直又再打一次他的屁股，而且我是真的。然后他一直生气，然后我差不多那边大概十次打他的屁股，然后他越来越生气，哎。你真的不要打我的屁股，然后一直放弃。对，美玲跟雨林谁房间比较乱？我没有去过雨林的房间。对，他没有来过我的房间。那你觉得呢？你有来过我的家，所以你觉得我跟你哪一个比较好？哪一个比较没有乱？你有收过吗？那时候？说过，你有那时候有整理过吗？整理的意思吗？有一点点呢、欸，那就不一样，那就不准了。什么意思？可是我几乎都是蛮干净的吧，应该吧？还好，我那时候我觉得还好，应该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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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该可以吧？那你，那你的房间呢？好，我要拍起来。没有。那一集直播都会不会炸掉？是应该是你会炸，你们会炸掉，我们都不会。什么意思？对，拍。笑死！放过阿丽的屁股，那下次应该要美玲去他主播，我要去。穿一样乱，穿一样乱。你的穿很乱，很乱吗？我的穿很乱，看这边后面。我的穿很乱，还蛮乱的。
那 你也是软吗？不是，你也是床吗？你也是床在床上？对啊。哎、欸，我就我的床很乱。关于零交错没零随便比都比交干净耶耶。大家真的很相信你的脚很臭哎、欸，好呀。怎么办？谁的问题？是你。嗯、哦，我的问题，对不起。真的没有问过。你才臭。こんばんは、ゆりちゃん。こんばんは。雨林也是在床上直播哦。对。耶耶，好呀，深信不疑嘞。断头娃娃兵，对。哎，现在是几？44。你要那个吗？你要念排名是吗？我排好啦，我们各自念排名。那你要不要念？我念吗？我先念吗？嗯，我没有，我不念，因为我的那个，因为我那个直播断掉了，所以就是没了。你可以看那个、啊、所以你念啊，好，我本日榜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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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叭，没有啊，有一个日榜啊，没有，嗯，为什么？在哪里？你点一般的，你原本点排名的地方，嗯，在本场的隔壁。有吗？那是用度等级啊，用度等级，我都不是啊。你说什么？也都是用什么？不是，我都没有没，我不是，我都不是，因为都大家都零哎。为什么？有一个日榜、啊、怪怪的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啊，嗯。我的没有。好了，算了。有没有日榜？没有。好啦。那我听你排名。好、哦，快点，我也陪你们一起。你要？嗨，快点。放那个。等我哦。要放专属的歌。好，快点。哼这个名字哪有，我要开始了，开始咯，好，我要开始咯，大姐，谢谢大姐，谢谢大姐耶，谢谢玉，玉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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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十四名，我也一起念啊，谢谢小明。答错了。是板兔，谢谢板兔。板兔，板兔，板兔，板兔。才十六。板兔，板兔。美玲同长排年几名？要不要搬答出来给你？我大概是第十名吧，可是应该今天还没有人，没不是没有人，很少人提火力舞嘛。哎，我不知道，很少的时候我只能念第五名。好，我继续。第十二。好，你继续，先继续。樱桃吗？可是我刚刚排的时候是那样子啊。十一名是柠檬，谢谢柠檬。谢谢柠檬，谢谢柠檬。可是有一个分仓榜跟日榜。可是我又没有开。いやカニカニさん投げてくれた。第十名是天佑，谢谢天佑。谢谢天佑，天佑，天天佑，谢谢天佑。什么啊？等一下，没有啊。你的声音。等一下哦。什么？哦，原来孝贤叫大剑，是不是？什么呢？你在说什么？他们在说什么？我不知道啊。哪有到第一呀、啊？吵架了，吵架，吵起来。
一起唱。现在我看大剑十八哎，小三百零零很好笑。到底啊？好了，就照那个念了。我念到第几名了啦？要念第九。第六名。哪有？不是。天佑了。要第九名是西兰，谢谢西兰。他跑掉了，反兔在这里，我刚刚念过了，他怎么又跑掉了？好，我们继续。第八名是点点，谢谢点点。第七名是天，不是，是夜空 sky， 谢谢夜空 sky。第六名是社长，谢谢社长。第五名是秘密，谢谢秘密。第四名是嘉诚，谢谢嘉诚。第三名是泪，谢谢泪。第二名是 Sparky， 谢谢 Sparky。第一名是孝贤，谢谢孝贤。好嘿，再来欢迎今天的 VIP， 夜空 Sky， 谢谢夜空 Sky。怎么又断了？你要保护我。给你们拍棒棒棒棒棒。他应该不会再回来了吧？什么差不多？差不多结束了。咪蕾认知了吗？什么意思？什么叫被认知了？有你啊，应该不会再回来，就是应该结束了吧？今天他差不多啦，到时间了，很好笑呢。跟他开播其实蛮好玩的，下次去现场应该会更好玩。去现场是这样，去一起直接一起播应该会更好玩。应该不会回来了吧？好了，他刚才在念吧。哦，好，那就这样咯。谢谢大家今天陪我直播，谢谢大家看我跟小三美玲在耍白痴。哦，现在白痴叫五万块，所以五万块就是白痴的意思，知道吗？因为白痴不能乱骂呢。那白痴要罚五万块，所以现在讲五万块 ，OK？ 你们自己上网查，要五万块。自己要警察，是真是不这样？哎呀，是要警察。哎，我不是五万块呀、啊。英文是什么 ？Stupid 吗？不是吧 ？Good night， 晚安，晚安。Stupid 太温和了。他说谢谢雨林陪他直播，谢谢他陪我直播。他不会私底下传讯息给我就好了，笨笨，五万块。好了，谢谢你们，也谢谢你们陪我们直播。让我等等关播 ，OK， 拜。好了，拜拜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